SVO 特制车部门成立以来，陆续发表多款特制化巅峰之作，包含超跑及性能 Jaguar F-Type SVR 配置飞航头等舱行政座椅与电动启闭车门的 Range Rover SV Autobiography LWB 长轴旗舰，以及奢华与性能兼备的 Range Rover SV Autobiography Dynamic SWB， 而旗下最具代表性的 Range Rover Sport SVR 更在过去五年间赢得全球专业媒体与车主的高度评价，成为 SVO 最畅销的特制化车款。最新导入台湾市场的 Jaguar F-Pace SVR 与 Range Rover Velar SV Autobiography Dynamic Edition，更以性能、奢华兼容的绝佳优势，备受台湾乘风客群青睐。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特制车部门 SVO 营运总监 Michael Bender Sunday 表示，尽管全球汽车工业正面临严峻考验， SVO 特制车部门五年来仍积极投入各级具类别特制化车款研发，实现 Jaguar Land Rover 奢华与性能的至高境界，使其深获全球消费者盛赞并屡创销售佳绩。 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特制车部门 SVO 商务总监 Mark Turner 表示，自特制车部门成立以来，我们便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对顶级客制化车款的高度需求，并且持续拓展车系阵容。以 Jaguar F-Pace SVR 为例，这款特制化跑车型 SUV 已在短时间内成为 SVO 的畅销车款。为满足乘风客群对个人化定制车款的高度需求， 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所属之 SV Bespoke 特殊定制部门更能让准车主依据自身喜好量身定制专属烤漆车色、内外观套件与顶级内装材质，各种高度客制化的个人专属定制车款，亦创下 20% 以上的销售成长幅度。 Jaguar Land Rover 台湾捷豹路虎总经理 Garth Turnbull 表示， Jaguar Land Rover 台湾捷豹路虎自成立以来，积极强化双品牌车系阵容，同时持续升级拓展全台销售服务据点，四月份更在整体车市销售呈衰退态势下，逆势创下在台单月销售新高纪录。2020年将陆续展开新北九合汽车、台北伟信汽车与台南鼎泰兴业之旗舰展示暨服务中心新建工程，秉持 Customer First 客户优先准则，提供最高水准的品牌体验，以回应台湾消费者的高度支持。Jaguar Land Rover 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特制化车款车型选择引擎主要性能建议售价 Jaguar F-Type SVR50L 机械增压汽油引擎 575PS 700Nm 零每小时100公里加速 3.7 秒763万元起， F-Pace SVR50L 机械增压汽油引擎 550PS 680Nm 零每小时100公里加速 4.3 秒462万元起， Land Rover Range Rover SV Autobiography LWB50L 机械增压汽油引擎 565PS 700Nm 零每小时100公里加速 5.5 秒125万元起， Range Rover SV Autobiography Dynamic SWB50L 机械增压汽油引擎 565PS 700Nm 零每小时100公里加速 5.4 秒908万元起， Range Rover Sport SVR50L 机械增压汽油引擎 575PS 700Nm 零每小时100公里加速 4.5 秒703万元起， Range Rover Velar SV Autobiography Dynamic Edition50L 机械增压汽油引擎 550PS 680Nm 零每小时100公里加速 4.5 秒552万元起，